嫌なんだからな。老灰仔，老灰啊，带着情报没错，东西就在那。有家伙跑了，不过他也中了不少弹。密码破了，1987，应该对。1987。他头里面长这个样子，显示我还没有解完。
对，又来了，清单如下，不是一堆毒品。明这边解完了，不管。来，跟剪很远。哦，传染多一个呢。
肯顿求救，肚子太重了，800发子弹，一来800发都死了吧？被设计了，吉娜、彼得、疯狗都死了，我操！躲到排水沟里，躲在排水沟里，不来救我，就被找到，或者失血而死。三组兄弟。阿卡那卡，室内，现在没关就一直开着。感染才有用而已，感染就可以交叉累积这样子。来过这里，
怎么这么多人呢？ 尸体都不见了。
哎呦，跑车哎！虎豹纵，虎豹纵的跑车，天下无双。风暴。可以开吗？可以。
赛我们怎么到？喂，卡在下面，高度够。可以可以。阿根廷大使回国只能等着被处刑，人脉全卖，向人间蒸发。22.5万，对。乔登拜尔，那明明说好他要把钱给我们，他妈的撒谎死胖子，就是没给。妈的，去找他，你先等一下。听说那里都被监听了，你没贿赂那个特务吧？妈的，我才没有，我要去找他了。干，啊？那你要也没在听吗？我说我要去找他啊？你什么毛病？你没有逻辑啊？妈，你嗑药吗？那我要。那你现在嗑药，你不准乱跑，等我。妈的，你不准开车，我会被你气死，你这死毒虫！看，现在给我来这招，操！然后就死了。
我没办法标记。五连处。右翔处执行长。炎帝接也没有遣散费，因为如同合约写到，员工若离职至其他公司其他据点，并不会收到遣散费。我们刚才提到两种选择。洛克福或拉雷多到之后，工作合约将是短期合约，也不包含员工福利，因为这两处据点也将于六个月内结束营业。没有密码已改为0000，让全员工打包物品。纳尼？我走人就走人。0000。在这里，这是什么？恋人，这个恋人。当我们以为剧情把半成品东西拿出来卖，那些热腾腾城市码就出现了。坦白说，我根本不知道从何讲起。故事模式可能就像把六名不同时区的编剧脑中还没想好的
颜值拼在一起，而且魔兽完全不直觉，速度延迟扯到不能再扯，每出拳我都得泡杯咖啡提神。对啊，还有那让人一头雾水，差一半翻译，不管什么翻成语言，那些对话都不成文。到底原文是什么语言？瑞士文吗？瑞士文是怎样？为什么要被他嘲讽？电视机。荒凉啊！你捡了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也是算电影院，露天电影院啊。他想说这边到底是什么地方，现在才意识到。半夜鬼高潮，冰与金之歌，冰与金之歌，夜城老少双雄，不知道 X，银色橡树云的经典爱情喜剧。也是啦，他们现在那个什么，那什么？Brain Dance BD 叫什么？他们叫翻译叫什么？忘了。那么盛行，这种电影院没落是很正常的，但是就荒废摆在这边，有点夸张。38,000的车，只能路跑啊！我们可以叫车。哔哔，这边。